啊，希望我参加他们这个斋戒节之后一个盛大的宴会啊，我一定会去参加。一些不了解的人，他有界限，他有分别，他有执着。啊，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族群、任何一个社团，我们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我们很喜欢跟他亲近，很喜欢跟他们交流往来。我们绝对没有什么目的啊！你要放弃你那个宗教，要信我的教，绝对没有这个念头。啊，这个念头是迷，是错误。啊，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对于印度许许多多的宗教团体，世尊都接触了，世尊给他们的是智慧，绝对没有说是你要舍弃你那个宗教啊，来信我这个佛教，没有啊，从来没有这种念头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佛的学生啊，有婆罗门，有外道，啊，在这个四十华严里面，甚至婆罗门变形外道，啊，那些什么人物呢？那些是其他的宗教家了，是其他宗教里头的领袖啊。啊，佛门当中用什么眼光看他？菩萨了。他们是菩萨。